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，第六关孟婆汤。孟婆汤又称忘情水或忘忧散，一喝便忘前世今生。孟婆一般在奈何桥头发放孟婆汤，而不是桥上给人发汤的。每个人都要走过奈何桥。 孟婆都要问是否喝碗孟婆汤，要我奈何桥，就要喝孟婆汤；不喝孟婆汤，就过不得奈何桥。过不得奈何桥，就不得投生转世，一生爱恨情仇，一世浮沉得失。 都随这碗孟婆汤遗忘的干干净净。今生先挂之人痛恨之人，来生都情同陌路，相见不是。阳间的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一只碗，碗里的孟婆汤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生所流的泪。 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，都会落泪或喜或悲或痛或恨或愁或爱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孟婆将他们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，煎熬成汤，在他们离开人间，走上奈何桥头的时候。 让他们喝下去，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愁。干干净净，重新进入六道，或为仙，或为人，或为畜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的喝下孟婆汤，因为这一生总会有爱过的人，不想忘却。 孟婆会告诉他，你为他一生所流的泪都熬成了这碗汤，喝下它就是喝下了你对他的爱。来的人眼中最后的一抹记忆，便是他今生挚爱的人。喝下汤，眼里的人影慢慢淡去。 某子如出生婴儿般清澈，喝过孟婆汤，能忘掉尘世间的苦与愁、哀与乐。只要喝了她的汤药，前世今生的仇怨便会忘得干干净净，来世重新为人